啊，接着七觉支的下面是，如果你继续精进呢，它就会八正道就出来哈。那来到八正道，我想这张图很多同学都看过，它就已经是可以实践的是解脱道了。如果你实践到八正道的话，然后它就会证得解脱的阿罗汉。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戒定慧都有，还有呢解脱有啊，就是我们的无漏五蕴里面的会产生。如果你来到八正道，是来到这个位置，戒定慧解脱。那这边刚刚有一个师兄问哈，他还是以圣洁为，当你要解脱的时候，你要圣洁为体，殊胜的了解以后，非常非常强的道心，也是在于你有圣洁的关系。然后接着下一个解脱之见才会出来，你的净智跟无生智才会出来。所以呢，八正道呢，它已经在前面四法里面呢，它都有了，所以它才来最后的解脱之见出现。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张哈，这个里头有戒定慧嘛哈，刚刚那个表里面应该一看就知道哪一些是慧，哪一些是定，哪一些是戒。就是我们的正见是慧，好，解呢这个部分呢、性解行正哈，这个正思维也是在慧的部分，然后正语正业正命呢，这三个呢就包括在解，然后呢定呢就是我们的刚刚想修的禅定是正定的话，你没有妄念，你一直在念佛或数息，然后你的正念就相续，所以正念也属于在正定，所以戒定慧都有以后呢，你就会进入解脱，好，达到解脱，然后再进入解脱之见。好，所以他这边提到是你要达到这个八正道以前呢，他先要培育我们圆满的德行，就是先守戒。好，然后所以正语正业正命，当然正精进就全部都有嘛，所以这一张图里面正精进是全部戒定慧都需要有正精进来帮助他。好，这样子呢，你就会产生呢我们的四法。这边讲佛陀时代，其实居士论是解释阿含经的哈，如果你的阿含经里头有一些
不是很了解的时候，你读居士论会更清楚。当时候佛陀激励弟子精进修行的时候，诸比丘，我等由于不懂事法，哪事法？就是戒定慧跟解脱，就是这四个，我们的无漏五蕴的前四个，没有看清楚这四法，所以呢，汝等与我都在此生死轮回中流转了这么长的时间啊，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佛法，好不容易又听到了法，然后呢，又有机会呢修行哈，小满人生嘛哈，你有时间来上课，应该呢你也会抽出时间去修行，然后这样子游荡了这么长的这个路途呢，现在终于看到了法，那就要赶快呢修行，因为呢再来是不是下辈子当人很难说了哈，因为这辈子应当然你尽量都是往好去向，但我们有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业嘛。好，当你的业呢业力现前的时候啊，好，你又没有正念的时候，有可能你就下堕了。所以呢，不知道下辈子是不是当人。但是如果你这辈子精进努力呢，必定呢解脱的话，当然呢你就有可能呢这辈子就是你的最后一次当人了哈，你就要往这个清净的法界去相应。所以这边呢讲说四法是戒定慧跟解脱这四个。诸比丘当懂得看清楚这四法，就可以断除你的生死爱欲，不再有生死。所以这就是会产生我们之前给同学看到的啊，就是你要借力呢全力的遵守，然后发展你的定跟慧，你就可以离开这个生死轮回。就看到这一张图里面的无漏的无蕴，我们这个色身是有漏的无蕴啊，是因为我们每天呢虽然你随缘消旧业，但是你又不断的在制造业力。好，如果你知道说怎么样呢让自己不要再造轮回的因，那你就已经呢是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那如果没有的时候，你继续，你如果没有戒定慧，你可能还会继续造业了。好，那你如果有戒定慧，你必然三无漏呢再来就会进入解脱了。解脱还是以圣解为基。那有这样子的情形呢，我们的八圣道呢已经来到前面四个的完成了，最后的解脱之戒就是断烦恼啊，离开轮回是要以你的智慧更重要啊，不是执着在有形的这些向上啊。所以佛陀六年的苦行，他几乎呢前面的部分都不知道，跟着外道呢修苦行啊，修一些无意义的苦行，可能去泡水，泡在恒河泡很久很久，或是用火烧身，他以为说吃了这么多的苦就可以了苦，其实断苦的因呢不是用这个方式，是用我们看到好断尽烦恼智慧跟无生智解脱之戒，要你前面都做得很好的时候，他就有办法了出现在我们的下一个哈，就是解脱之见。好，所以八正道呢，就是已经呢是我们的三十七道品的最后了。当然，最后的净智跟无生智呢，也要出来去解脱的之见。所以下一个颂句，他就讲这个次第啊，讲我们这个整个三十七道品的次第。所以呢，这个八正道里面最重要是什么？是正见。刚刚那个七觉知最重要是责法觉知。那正见是整个四圣谛的正确的了解。以我们今天的俱舍论来讲，这里的正见是对苦集灭道正确的了解。好，那佛在这个地相应品里面就开始说，如果你不了知四圣谛，就不能证悟解脱，不能解脱生死轮回啊。因为你要了解苦的因的智慧，然后你才能断这个集，好，达到灭。所以呢，这个八正道呢里面呢，第一个就是四念处，它就是已经会就要教你有正见了，知道这个苦的因，观察了知因缘生因缘灭，本质就无常苦无我。所以呢，凡夫会把这个四个身受心法了用颠倒见，那当你修了四念处，你就会观到呢正知正见的哈，你没有颠倒见的时候，
你不会像世间人把它变成市场哈，你会看到无常，然后你能了解这个色身啊，很多很多的不净，还有呢会看到这个无我。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无我，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怎么会这样讲，所以持法为智者说，非为愚者说，有些人不能领悟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呢正见了知苦谛跟起谛啊，好，正要是在知道这个起的原因，然后呢你要去思维，好，思维这个苦跟起的三项，为什么会有苦，就是看到了无常苦我，然后你要去念本身就是意念铭记不忘。不过呢因为我们有前面的正见，代表你已经见到了，所以你这个意持不忘是如实见，就是我们今天在547页四清论师所讲的，是会让你的念住于境，因为有如实见，你能够铭记不忘。好，这个意念是铭记不忘你如实所见的这个智慧，因为这个是你曾经呢没有见过的，第一次所见的时候，那一定会永远都记得。那再来呢镇定啊，专注于观照。那世间的正见呢，就是当一个修行人从闻法升起信心开始，这个是世间。好，世间的那怎么样才是出世间的呢？好，这个也被他遮住哈，我先看一下。又跑掉了。好，这前面这出世间的正见是一个修行人要看到这个见到内，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见到的十六心，这十六心所见到是苦乏忍的智慧。其实苦谛的真谛的实际的看得非常清楚，因为看到它的因。好，然后呢你会知道是怎么样来的，好，然后你会去对治它这个烦恼。所以出世间的圣道是了知这个集以后能够达到灭谛，好，苦集灭。然后呢道谛是因为呢我们的方法是三十七道品，可是它会达到这个灭谛，当然还是要有道谛的方法，只是它把灭谛放在前面。所以呢在观照的时候必须呢观照观智心智本身也是无常苦我，它是因缘生。我想我讲这个已经讲很多遍，我想大家都知道，但是就像我今天讲了，你知道不算是做到哈，要你做到以后才算是真正的知道。所以当你还没做到以前，你还是要不断的熏习啊，就是把它变成你的思想，然后成为你的行为，你把它实践出来。所以你的观照必须返回观照你，观照你的心是五蕴本身是无常苦我，它是因缘生的。那这个观呢就是我们今天呢看到这一张图哈，在你一开始你要了知你要怎么样去修行的方法，你要知道我们有五取蕴，就是我们去抓取执着产生的五蕴呢，它是一个苦谛，然后了知它的因就是起谛。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观照这边有一个变这一张，你们好像有一点小，可是它没办法放大，奇怪。这样子，这边呢它这个地方呢要观禅的目标是无常苦无我，好，三项它升起以后呢立刻幻灭，你会看到这个无常。所以无常苦无我需要在这个观照里面呢去时时一直观，它会受到不断的生灭的压迫是苦，然后它在这个里面没有稳定性是无我。那所运用的五支道就是我们今天八正道这五个，因为你在观照的时候你要用到的是正见，
愿有观察，你看到这个目标无常苦，好，是因为你的观照正确了，你有这样的一个正见，你要透视这些幻灭，这里都一直强调幻灭，是因为刚开始我们看不到幻灭，那你要看到不断的幻灭以后呢，你才会看到不生不灭的那一块，所以他刚开始是透视这些呢他的幻灭相，然后你的心一直投入里面一直在观这个幻灭是正思维，所以正见跟正思维还要配合正精进，所以你要付出努力一直透视，所运用这五支，然后你这样子呢，刚刚今天我们的世心论师所主张的会让你的念住静啊，对，那这个会呢就是来自于正见正思维嘛，那你有正精进，所以这样的智慧会让你呢对你之前所观察所看到的这些刑法的坏念相一直都记得，是因为你已经有真正的看到如实见了，强调在如实见有如实见者能铭记不忘，所以他可以呢对这个刑法的坏念能够铭记不忘所以经部讲的比较正确世心论师用的就是金量部的说法，然后第五个呢专注于刑法的幻灭，他就一直专注一直专注就像刚刚你修禅定的时候你没有忘记一直观察你的呼吸清清楚楚，他这个正面是知道了看到了苦空无常无我，他也都一直没有忘记，然后来到呢心也都专注一直保持在这样的一个了解状态，好，当你呢今天走出教室，你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你看到了很多的现象的时候，你就会用你了解的三法印来做自我的检查，那所以你今天所见就不是世间人所见的颠倒了，你就是出世间的无漏的智慧了，好，所以这个正见在八正道里面算是最重要，当然呢它的前方便就是正语正业正命，好，然后才能把他们的后面这个修行做得好，那如果有这一个完成以后呢，他就会进入我们的灭地了，好，所以现在七道品还是在灭地的前面啦，这个成就你的现观见通达是地，好，现观是现前当下呢就是直接的观察，好，你很清楚的直接的观察，所以呢这个地方他看到灭地，是因为我们这个箭头从下面上来，是因为有苦集，好，还有道地在下面，所以他的片之现观而现观苦地，好，然后舍断现观而现观，舍这里的舍断就是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们要断这个原因，然后接着呢，你要不断的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观照智慧修行现观就是修道，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贤圣品里面的四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呢就会出现了哈，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八正道里面，好，这个就接着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地方哈，贤圣品里面呢一开始呢我们在进入这个章节的时候呢我们先介绍理论，所以现在是在实践这一块，那实践这一块里面呢有漏我们都讲完了哈，就是苦集灭道就安排在这个章节里面，所以呢世间品是苦地，业品跟随民品就是集地，现在在无漏的这个果的部分是灭地，灭地里面他提到三十七道品，因为灭地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圣人，必然有这样的修行的圣人真实的证得这样的果位，让我们有信心，所以呢他才介绍因跟缘，好，所以下面还会介绍到三十七道品，因为三十七道品是后面很重要无漏的因跟缘里面的道地嘛，我们的道地在这儿，这个今天这个章节是即将呢灭地的部分，贤圣品快要还有几个颂句就完成了哈，所以你会看到是苦集是苦呢是讲我们的八苦，
啊，还有一些未定的哈，天灾地变。那吉呢，是我们的十二缘起，因为我们心有贪嗔痴无明，所以我们的身口意呢都会造业，这些是产生的原因啊，哈、啊，这个产生。然后呢，灭地呢，就是会达到涅槃，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啊，就是我们能够脱离生死轮回，除了。已定未定的苦，前面的已定苦是我们会有八苦来当人，然后未定的苦啊，什么时候还有一些天灾地变，这些呢都能没有，然后你也离开这个轮回十年，道地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生理七道品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八正道的地方是也可以整个讲道地也是指，因为八正道完成就是一定是前面的。七六个都完成才有办法来到八正道，所以我们的章节安排呢是这样子，然后你会看到我们等一下下面这个颂句呢会从我们的七贤四圣里面，我们的善七道品在哪个位置，就在这里，我们的四神足在这里，然后五根五力配合让你的四神足在加工用行以后进入七觉知跟八正道，然后所以七觉知是帮助我们见到，八正道已经代表你已经见到了，所以这边呢是在我们的七贤会里面哈，七个这边四加行，这边三个加行哈，这样加起来就有圣解脱跟圣觉舍，这边叫加行啊，对不起，这边才叫四加行，前面这三个叫圣解脱分，先了解这些名相的位置，然后下一个他会提到呢圣解脱跟圣觉者，所以七觉知跟八正道位置就是在大概这个位置，好，我们继续看547页，初夜圣觉者，初夜圣觉者就是这个地方，初夜顿号，对不起，初夜顿号圣觉者，初夜是这个五庭星官别相面处总相面处，就是你刚开始要先圣解脱分嘛，那你要先修五庭星官，五个停止我们的妄念颠倒妄念的心，所以呢我们的四念处要进来，你看别相面处前面要先修五庭星官，你五个让你的心一直往外交涉，我们先修属习，好，然后不净观，好，然后慈心观，好，然后呢因缘观，好，五庭心观呢，好，让同学看一下在这里，好，然后戒差别观，好，这些呢都已经在停止我们心呢跟外在的这个妄念啊颠倒妄念呢交涉的方式，让你的心慢慢的停止下来，然后去观照。那不净观要对我们的贪嘛，慈悲要对我们的嗔心，因缘对着我们愚痴，有一些是因缘法的，你以为说这个是实际呢，就是这样子，没有看到它是一个因缘生因缘灭，然后再来对治我们的以为有一个我的概念，好，所以从这样的五庭心观呢，你再来进入的是别相念处跟总相念处。那我们这边看到初夜就是在这个地方，五庭心别相念总相念初夜，然后呢再来进入这个哈，这一章这边没有，这边有提到呢就是这个圣觉者分鸾顶忍，好，即修见，修跟见中间有个等号，修到位见到位，好，他的安排的顺序就是初夜圣觉者分修道见到，你看到他为什么这边先讲修道没讲先讲见到，这个也是又牵涉到部派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了，那有时候部派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呢是可以理解，有一些可能他们也依他们个人修行来看，所以这个有时候也很难解释他为什么会这样讲，那我们就是有一些是可以看得到，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呢547页的24倒数第五行，初夜呢就是修别相总相念住，好，这边有看到五庭心观是我们的前方便，然后你就进入四念处，
今天善七道品第一个也是四念处。好，所以呢，这个初业呢，就像你今天要成就一个事业，好，然后做一个业，或是呢，今天我们叫道业，好，成就道业。那刚开始的业呢，就是要先审照了身等四境，好，在我们倒数五行五百四七，能够审查观照了了解身受心法这四境。所以刚刚八正道那一张表里面，我们就是要去呢做这个苦集灭道的观的时候，你从这个苦地跟极地里面观察到苦空无常我，所以身受心法里面要观的也是苦空无常我，然后你的智慧那个时候是最强的，会用胜。所以在这个三七道品里面呢，每一个知在那个过程里面哈，他意思说在三七道品的过程里面有某一些比较强的啊，就是三七道品根据修行的阶位来安立呢，哪一个时候有增上修行，有现在来到的初业的增上呢，就是比较属于慧的增上，在这个初业的时候的这个位阶的时候，他的慧用胜，慧用真上啊，比较殊胜。然后倒数四行说念住真，这时候呢就是念住呢是呢比较强，在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呢比较需要呢在这个时候加强的用功的真胜的。然后圣觉者呢，圣觉者现在在看图上的圣觉者来到第二个这边加行道，就是阮顶忍哈。他说阮等四位，就是阮顶忍是第一。这个阮位当中呢，他能够证一品，有看到一品他观无修觉者分，等于说我刚刚是圣解脱分，我现在来到另外一个叫一品，另外一个部分的项目叫做觉者分了。等于他呢会让我再往前进，进到顺觉者分这个部分，殊胜功德能证一品的殊胜功德。这时候呢勤啊精力精进用功的要特别加强，这时候的阶段呢你就要多多的精进用功了。这时候阮顶忍师弟一看就知道要加强你的定力了，所以定力的加强哈，所以这边要加强定力，他这边还没有来到定，他先加强戒的部分，然后再定哈，因为他是正断真嘛哈，正断我们今天有讲到是正勤，也叫正断，这个正断就讲是正勤，所以这时候呢正断真啊，这里的勤就精进于断恶修善。好，那它相当于什么位置？他每一个现在都已经给他有一个这个位置，圣觉者分的软了，他能证一分勤用胜，所以呢是四正段。对，看到这是什么？这个是软，软的时候他配圣七道品的四正勤，在软弱的时候你好像是在煮开水，要加强这个瓦斯的活力啊，所以就是修行的火力要加强的时候，是在加强哪一个？四正勤，好，四正勤。那顶的时候呢？顶法位中，趋无退，在趋向呢不会退啊。我们知道之前的介绍过，在忍位的时候你是不会退的。这个有一点小，看可不可以放大？不行。在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我们的软的旁边下面这个定，刚刚讲这个加强火力的时候叫四正断，其实你要精进啊，四正勤。顶的时候呢，它是叫做呢四神足了。你看它下面趋无退位，它趋向了不会再退了位置了，就是要来到下面这个忍嘛，它要往这个忍位，忍就不会再退了，就安住在那个。所以呢他往这边趋向的时候呢，他要趋无退位，那他这个时候定了，要加强他的定的功夫了，定用胜故，所以叫四神足。
这边是四神主，在三十七道品这个时候是四正段，这是四神主，这边两个是四念住，四念住，四正段，四神主，啊，前面三个是，然后这边呢开始呢，就是忍位的时候，接着下面他讲，倒数三行，忍法位当中必然不退堕，在忍位的时候他不会再退了，然后他的善根已经非常非常的坚固了，啊，得真上义，所以这时候是五根真，五根里头的第一个叫性根。性根要非常非常的坚定的这个道心啊，所以他可以成就后面的四不坏境了。好，再来下面的四第一呢，他就是来到四第一，已经是整个我们就像爬山爬到最顶了。好，这时候呢，他不会呢再退了，他就是好像要从有漏进入无漏。从我们的这个有为法的世间要进入无为法的产生呢出世间的智慧，所以它是四第一。好，这个智慧来到这里的时候，它不是其他的烦恼世间的烦恼会去障碍它，所以非是或法所能屈服，不是世间的那些烦恼障碍能够会让它折服它屈服它的。好，他得无屈故的意思，得无屈就是不会被这些呢世间的烦恼所障碍。好，这时候我们讲有一个呢叫做五力，这时候呢是五力，忍是五根，这个是五力。好，力量就更，因为有忍的这个根的关系，这个力呢就发挥出来了，所以说五力真。好，那现在就再来进入下面的见跟修了，对不对？下面我们的圣句讲即修见到位，好，这里就产生两个不同的说法，为什么要把修道放在见道的前面呢？好，这是因为牵涉到呢我们下面好继续往下看，即修见到位的时候呢，修到位这边用中间用一个顿号，是修到位跟见到位，修到位呢接近菩提啊，菩提就是我们讲的刚刚要证菩提的时候，就是要证得最后的无漏智慧，那它能够帮助我们觉悟啊，圣助觉圣，帮助我们开发这个觉悟的力量很强啊。好，在修道的时候他认为这时候呢是七觉之真，那我们三七道品是七觉之完才有八正道，所以他认为是先有七觉之才有八正道，所以这时候因为七个让我们开悟的因素，他刚刚讲这七觉之就是开悟的因素，所以他进菩提位帮助我们开悟特别呢有力，所以呢是七觉之为优先，然后才有八正道，所以他觉得是要先修道才是见道。见到位当中呢速即转世，我们之前有请同学在前面讲八正道就是转法轮嘛，好，那法轮就是中间那个是我们的戒，好，它是骨，然后网是轮胎的那个弧，好，就是射出去的，然后框住的那个是网，好，所以有定，所以呢他觉得八正道呢就是一个法轮，它速度很快，我们见法的时间呢只有15个刹那，还不到一秒钟，所以他说这个见到的时候速疾而转，这个法轮快速转通行，以通行为殊胜，所以讲八正道正，这时候是八正道，所以他觉得八正道在最后，所以呢就变成八正道呢是见道这个部分，所以他先讲修道再讲见道，这是有部的说法，这是有部的说法。好，所以他这边的颂句是用有部的修见道位，然后念住等七品，就是我们的四念住、四正段、四神主、五根五力，加上八正道、七觉之八正道这样的七品，应知他们的次第真上。好，然后来到我们的548页，好，我现在先快速讲，然后下周我们会再复习，就
就是有鱼师，有鱼师就是有不同有部的那个说法的，啊，他们的说法是说，为什么会有七觉师，然后八正道？因为呢，七的次数字比较少，八正道呢比较数字比较多，按数字的关系，所以七觉师放前面。因为他意思说见道嘛，是不是八正道才是见道？然后呢，七觉师只是一个帮助，应该算是修道。所以呢，有其他的论师说，在见道位的时候建立这个觉知，啊，如实觉知是圣地，就是要从七觉知来建立嘛，你才能见到。所以呢，他觉得，另外一个部派他认为还是七觉知先优先，因为他是帮助见到的，所以他应该呢是在我们的见到的前面七觉知先，然后再八正道。故于，然后八正道的时候是有见道也有修道了，因为你开始，正语正业正命有道共结了，建立八道支，以此两个，意思说这两个都是无漏的，能够通往这个涅槃城。所以下面这一句，第二行哈，548页，念住等七品了，七个，是我们的这个。圣七道品的这个次第哈，有这七个，因知它的次第，是因为根据修行的阶位的来安，哪一个时候是哪一个真相，哪一个时候是有什么真相？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顶的时候是，在顶位的时候是四神主真相，然后忍位的时候是五根真相，然后呢，这是第一的时候是五力真相，是按他这个表的次第呢，他的其实，我们的三十七道品也是跟着这样子。这是因为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但是宋句是以这个有部的说法来写的哈。这个就是我们上次看到的法轮，是这一个，是八正道是法轮，所以他认为这个法轮就是见到的时候，因为我们见到的时间很快，就像轮胎这样子转很快啊。即他这个是有部的这样的说法啊。那我们回去看一下这个前面的部分。觉分的实践呢，就是七觉知哈，他在这个自始至终，应该这里的觉分还有讲到是三十七道品的觉，三十七的让你觉悟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的实践啊，自始至终都要奉行。但就真圣来讲，就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觉分的增加了哈。然后现在就是每一个阶段会不一样，他这个颂句是在讲。初夜的时候呢，他这个地方呢，是会用真上，对，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是别相念处，总相念处，就是智慧，观照苦空无常无我，他是最初，像菩提的最初叫初夜，那他能够审地照了深受心法的事境，修行呢苦空无常无我的形象。慧的作用特别殊胜，所以呢，就思念主增加。啊，思念主增加，不过他写慧用胜哈，在547页倒数五行。然后呢，接着呢，圣觉者正断整真。好，圣觉者是软顶忍是第一，这个位当中呢，就是第一个是软位。他能够看到生死的果环，涅槃的功德，所以他会不顾一切的勇猛精进，就是像你呢，
一直呢加强活力，这个卵就是要不断的往前呢精进的意思，好、哦、让就像煮水的这个火力一直呢加强，从此呢不堕生死，速疾的趋正涅槃。所以这个时候情的功用要特别殊胜，叫正断真。第二个顶位呢，就是能够克制心事往外去活动，让你的心呢能够一直呢相应在这个修行哈，一步一步呢不会呢退。所以在这个顶的时候呢，它就要趋向不退嘛哈，它在我们的课本上写趋向不退位，倒数三行趋顶法位中趋向无退位，所以呢他再也不会缺乏他有这个信情念定慧这些善根。那由于呢他定的功夫特别殊胜，所以这时候顶位呢就是四神主，然后忍位的时候呢他已经不会堕恶趣了，他再怎么样都不会下堕道三个道，好，所以他很快就可以正信离身就见到善根深厚，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因为呢他这个五根的关系特别殊胜，好，就是信情念定慧。然后再来第四个就五力，是世间第一殊胜的法，就不再被世间的烦恼所屈服，就是被他们障碍住啊，所以他这个地方武力的力量之争。然后这边即修见到位的觉知真，就修到呢他呢这个时候已经接近那个菩提的果位了，因为在这里是进入无漏了哈，修到这也叫七觉知，也是帮助觉的力量特别殊胜，所以他可以断我们欲界是有九品的修果嘛，速速不断的觉，这个觉知特别的强。那见到的时候，所有的这个道的义理啊，没有不具备的哈，都要全部清清楚楚。所以道之真圣的因缘，就所以讲八正道。我们刚刚讲就是八正道是法轮，是我们前面俱舍论里面提到。那现在他也依据他前面所提的来讲，他就像世间的轮胎，速疾而行，见道就像轮旋转不息，他可以通行往你要去的菩提道。所以他是这个地方呢他的道之真，八正道。那圣正理论呢他也是解释俱舍论，他讲说见道当中有两个义理，第一个呢他是刚开始的智慧升起来，能够看到了如实见你从来没见到的真理，如实寻求地相应的这个真理，真实的如实的真理很殊胜。第二个呢他没有什么特别说期待的心，他就是刹那十五心就完成了，能速疾趋胜故，所以见到有这样子。所以这种劫上面呢它就是有七个部分，那有余于此建立哈，这就讲到有其他论师就说这个次第上呢我们有不同的说法，修行者最初由慧的势力，好，就是我们四念处有共相跟自相的了解，如实了知导起引导他起了很多的这个正知正见的知见的善念，然后如有眼睛的人呢引导这个眼睛没看到的哈，众盲就是眼睛呢瞎掉的，因为你开始有慧眼起来的时候，你就是知道你的要修行的正见了哈，所以呢像我们六度菩萨行六度般若为先嘛，所以他这个正见呢的开始就是在这个思念处他开始有智慧了，就像有眼睛的人将引导这个瞎子，是故呢最初思念处由思念处了众境以后呢，于断恶修善就能发起正情，就开始很精进。好，所以第二个是叫做四正断，然后四正断相续中呢
过失已经慢慢没有，你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的功德会慢慢增加，然后在这个殊胜的定当中，你又能够有定力修行的话，好，就是修我们的第一个是慧，第二个是戒，自己是又修定，好，帮助你的修行，然后慎定为一，便令性能出世间为身上，所以五根是第四，然后根既然成立，它不再会招这个恶趣的恶业的烦恼，是不会再招了，能招这个的烦恼啊，不能屈服，这些呢烦恼没有办法来屈服它，因为它已经根立了，好，所以由此呢五力产生出来了，那人如实觉察四圣谛真理，所以没有任何怀疑跟犹豫，所以这里呢还是七觉知嘛，对不对？七觉知才能如实了知四圣谛的境，无怀疑跟犹豫，所以如实觉四圣谛境，厌舍生死心趋涅槃。所以这个愚痴呢，就是什么？另外那个经部的说法了。啊，只是这个四性论师在圣句的时候，他还是照有部的说法，所以他把修道放在见道的前面。这个次第他用这样子啊，然后他这边呢又548页又把这个不同有部的说法顺序呢也放进来。那放进来就是前面那个有部的说法是说，因为呢在那个阿含经呢，他要把那个顺序数字呢比较少的放前面，多的放后面，所以七觉是在八正道后面。其实呢意思说是他讲的547页的倒数一行那个，他认为是要这样子先修道才见道。那经典为什么会先讲七觉之法呢？他意思说是因为这个数字上呢七觉之比较少，八正道比较多。现在还有几分，那55分我们就今天看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各位同学在各自微笑。Thank you.